少来点吧，今天酱油少。孩子们用手摸的。嗯这块可以吧，这些味儿透不透开的，嗯，喷嘴呢，新鲜好，哎，就烤点，葫芦，葫芦怎么吃的，葫芦应该是炒肉吧，生菜蘑菇，胡萝卜，西葫芦，好喽，来，我妈妈给你装，你要喂了啊。哎，菜都买完了。我想吃这个兔子的，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我可以吃完这些。有个小伙伴给我们寄了点东西。嗯。喜糖。啊？结婚了？啊，那个收到浪漫菜的小伙伴。哦，是吗？啊。恭喜这位小伙伴啊，新婚快乐，在那个蜂巢里面呢，我待会儿吃完饭我去取一下。哇，这种感受又不一样啊。嗯，可不能吃到啊，小伙伴的喜糖啊，新婚快乐，早生贵子，白头偕老。没完了呀，你要不你去取一下，咱俩一起去一趟吧，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换一遍，先去取喜糖。这个可不能暴力开开啊！哇哦，这么多！一人一份，五份啊！还真是啊，有心了啊！好贴心啊！这么抽屉式的这么抽出来的。走，祝这位小伙伴啊新婚快乐啊！我们还能吃到那个小伙伴的喜糖啊！嗯，太高兴了！恭喜恭喜，新婚快乐！谢谢谢谢。回家跟姥姥姥爷他们分享一下。嗯、走喽。来喽，发喜糖了啊！谁呀？喜糖。哦，我就是喜糖。我们粉丝结婚。结婚了吧？寄了个喜糖过来。结婚了。哎，恭喜恭喜！来，进到你的。恭喜啊！嗯。哎，恭喜恭喜！发财发财！新婚快乐！新婚快乐！发财快乐啊！哎呀，真好。尝一个，嗯，真甜呐，好甜呀，齁甜齁甜的，哎呀，祝粉丝，我们家粉丝新婚快乐，嗯，白头偕老，早生贵子，多生儿女，祝哥哥姐姐新婚快乐，谢谢喜糖，谢谢，再吃一个，然后去做饭了，嗯。我是给他俩呀，今天喜糖也吃到了啊，趁这个喜庆的日子啊，咱也吃点好的啊，今天准备吃拌饭啊，五颜六色的那种，你看着就喜气啊，嗯，然后再讲一个什么桥头排骨，你说过桥排骨，桥头排骨，然后还有一个是嫩豆腐汤，做好的排骨放到面糊里面，排骨也是一根一根放，
有小伙伴推荐我这个六婆的这个辣椒粉非常好吃，我买了。嗯，好吃，好吃啊！来吧，有点咸，放盐就行。现在非常香。我拿个靠这里。嗯。十个哦。很多个，他吃。他七个是。那么加那几个。所以太热。我都饿死了，还在那。仓鼠也让你吃吗？嗯，但是但是但是。那是这样的。嗯，也不懂。那是洋葱。哇哦，太优秀了！我的。哦，等一下啊。爸爸，我摆拍还好吧？我帮你摆吧，我摆的好看一些。好。呀。少来点吧，今天酱油少。孩子们用手摸的。嗯。目前的酱啊。小伙伴，给他们。你这个来的时候比比吧，还比比。两只젓갈난다아이고다비빌줄모른다비빔밥은원래젓갈난다젓갈로잘못하는젓갈한다고젓갈로해봐하나도힘안들고지들어져쟤给我放的牛肉啊这么多牛肉比饭多이거국물좀나야된다너무말랐어아예깐내세요다했어난다했어없어나도다행은안가지장사天哪，尝尝。这香油香油怎么来呀？香油安娜来的。安娜谁呀？哦，安娜谁呀？嗯，哦，一个香油。哎，哎，哥哥，你讲的这个，跟那什么东西？哎呀妈，真土啊！嗯。哦，都그렇게하는구나。嗯。推荐嘛。啊。我来。哎，推荐推荐那个，有点大吧？你既然你既然你就是大石头，我碰好了你。哎呀妈呀！现在好大一碗。你要放吗？哦、我放完了。你不得放吗？给姥姥。全是菜。来拿走。给妈妈。有点有点、哦。给我放吧。有点多。全是菜。谢谢啊、哦。等一下就消化了。你这，你我那，你我那식당에나올때비벼먹는거아니야우리를비벼야되는거야고급식당가면빠져줘요내그거만여달로딱세팅해서올라오고요그다음에는한번보여주고비벼요아오랜만이다맛있다나가点餐오늘은참기름들어가니맛이틀리냐지혜니가点餐을맛있잖아맛있다야지혜니가点餐아한번먹어보자맛있어맛있어지혜니가는쩔쩔쩔万能的쩔쩔쩔이런거먹는데는이숟가락작다고국자들이요 내그말하려고했어지금 야저기자기그거읽어오늘은나갔다가콩나물도없고과살이도없고해가지고두개빠졌어요맛있냐뭐맞아요저거맛있냐맛있어맛있고거같이먹어지현이도한사발이네위치게좀떠줄까맛있네지금맛있다오늘야뭐有点多了先尝一口小排骨안돼안돼먹어먹어나我也拿一个맛있으면큰거먹고응얼른먹어좋다맛있네참연하다겨우토바이고래자하는건잘한다아파리도이래야되는먹을맛아니야응배신감나죠나이제넣어놓으면좋아이빨이안좋아이거하나로넣어줬다가아까내가발판할때나내깡내려올때그때리우댄지아니니가빨리니가부탁하라고했지그때나내려갔잖아아이거지뭐이제만다가지가我看一会儿再下去。항상지인이내려와서싸줘하할때는너의말도끝내려왔구나왜사니不下去
他不想得罪人。내가니랑막그렇잖아까미연니랑물어미연니랑물어봐면쟤도쟤도不敢说呀。哎，오늘확실히넣었어아니야일하느라넣었어요니국물넣어줄까아니야오늘어떤너날씨1등이다그니까밖으로바뀐거야배고파서나너는맛있으면잘내려가난좀잇몸이아파가서아영호야잘먹었어진짜快点拍过来一个。嗯。火锅对我排骨都是骨头大，肉小。嗯。吃不到多少肉，就吃了这么一丢丢。嗯。你都没得没得来呀。嗯。안그래도그사탕으로낸계란집사탕이오는데마라대하나먹었어아요러려요응그거엄청맵더라맛있더라그거다다먹었어쟤는응나다먹었어잘먹더라고그냥이런거시켜먹어그거먹어算了视频点关注三分钟一好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拜拜今天这个拌饭呢其实挺好的